肇事镜头拍下一辆轿车失控自撞，车速超快，碰一下全撞烂。时间倒回前几秒，轿车先闯路肩，一路超车，又横跨两个车道飙速，难道要逼车吗？没想到冲太快，刹不住，失控漂移，狠狠往路边撞，路树拦腰被斩断，车头凹烂，还起火狂烧。猛烈撞击导致火烧车，车上三人惊险逃生，受伤送医。在芳寮省道疑似超车不慎，大过年惨自撞，车都被烧成废铁，还好人没有大碍。事故车辆自撞路树后起火燃烧，驾驶人酒测值均为零。高雄前镇瑞隆路段发生两机车对撞，执行骑士被甩飞，还贴地摩擦，机车也被喷到对象。事发前外送员打方向灯要左转，却疑似没注意，还鬼切，两车对撞，双双送医。双方手脚擦挫伤，送医治疗，详细肇责将由交大进行后续分析研判。事发在大年初四，外送员起步没注意，害得执行骑士来不及闪，连人带车撞翻倒地，超车不慎自撞，弄嘎咪咪冒冒，火烧车直接报销，这年过得可真撩急。记者张春华、叶振云、郭以真综合报道。